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下午好。我看不想已经比较累了啊，但是神在这里不会，他会还会使用每个人在听的话。现在我为大家做一点的祷告。我们的天父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降生快要降生的日子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敬拜你。你是那掌管万有的神，是造物的神，你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，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工人来传讲你的福音。今天你看到我们李姊妹、刘姊妹，他们在用他们的生命，用他们的疾病，用他们的家人，用他们的所有的一切，他来做你的见证，做了活见证，来见证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在他们身上做工，真的神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把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、他们的弟兄姊妹、他们的心、他们的灵、他们的一切都交付在你的手上，不仅是看得见的，是看不见的，让你来掌控这里的时间。我们现在仅有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，但是我们要把你的福音讲给大家，让你彰显给每个人，让他们听到你福音的人，他们有感动的时候，他们能举起他们的右手来做，把你作为他们的王，作为他们的主。以上祷告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，我想你一定在你生命当中有问这样一个问题：我们从哪里来？等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以后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怎样度过这一生，对吧？等我们度过一生的，等我们下面一个问题说，我们要到哪里去，对吧？我们到哪里去？等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一想，那么神他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你看，神啊，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。当他爱我们的时候，神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就造了这庞大的宇宙，是吧？在这个庞大的宇宙里，你会看到那星系啊，这么大，一望无际，我们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在这个星系，宇宙的星系里呢，它就有一个银河系，是吧？你看那银河系有多大？银河系当中有我们现在我们平常白天看到的太阳，有这个太阳系，是吧？而这个太阳系呢，太阳呢，它围着银河在高速的旋转，它每秒都达到200公里，是吧？而我们你在看到这个，在我们这个星系里头看到这个绿油油的地球，是吧？而这个地球呢，它在围绕太阳在转，是吧？它围绕太阳在每秒钟30公里的速度，是吧？而地球自身呢，还有一个速度，它自转，因为这个公转和自转就形成了我们一年的四季，是吧？因为有一年的四季，有我们地球上的水，有我们的空气，然后我们的温度不会高过50度，是吧？最低也不会在南极、北极也不会低于90度。在我们平常的我们这个苏里的地方，是一年四季除了我们现在冬天以外，还漂亮还美的地方。为什么会这么好呢？因为神他爱我们，他现在爱我们，他给我们造了这个大自然。神不仅这样爱我们，还有神一个爱，他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给我们每个人生命。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啊，他就告诉我们，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有多么的高大，对不对？神有多么的高大，神他本身是天上的，被我们敬仰的，他是天上的王，是宇宙的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所以呢，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，并且知道那不光造一个男人，还知道我们男的呢，我们一个人会孤独的，是吧？会孤独的，需要帮手的时候，神就单从男的身上拿出一个肋骨，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相互扶持，是吧？相互关爱，让他们生男生儿育女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。当神他造了我们以后，他并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。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你这个环境会糟蹋。你看看我们在中国大陆啊，经常现在是物理，是吧？硫酸雨，是吧？叫河里也没有鱼了，因为他不认识真神。而我们认识真神的地方，你就看到在我们苏里这地方，它是水山清水秀，对不对？就是神这样的爱我们。但是还有问题，出问题了，因为神还知道，因为我们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，他开始就因为破坏了神的约，破坏了神的约，神告诉他们是不能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啊。而我们人更是有问题，是吧？我们
华人吧，不愿意说自己有罪，是吧？因为这个罪呢，刚才说了，李主任说了呢，因为是杀人呐、啊，这个那个犯了罪了。而真正的这个，我们现在说的是罪呢，你骄傲，你贪婪，你自私，所有的这一条一条的，这才是罪。这个是我们人生生下来的问题，有问题。当神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以后，等我们堕落以后，那神怎么办？神他爱我们，他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他就把他那个唯一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遣送到人间。天上人干什么？他这么一个神，让他降甘心情愿降上的卑微的牢房里，教会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人不管忍受了多少的侮辱，经受了多少的试炼，最后他甘愿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本来因罪要致死的人，他愿意在那个十字架上完成了伟大的救恩。因为他一个人的死，是我们全人类只要信他都能够得救。只要信耶稣，他已经为你流了血，你只要信他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你就可以得救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当你信耶稣以后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血，他已经为我们死。你要信他，他的大爱就灌到你的脑，他的宽恕都进你的脑子里，是吧？他的仁慈进你的脑子里，他的赦免，他能够赦免我们，把我们和他沟通了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情况，刚才李子明的见证，是吧？刘子明的见证，你就看到了，他们本来是一个有很多问题、残缺的人，本来是一个病、各种疾病离世的人，等他们一信主以后，他们就整个的人就变成一个真人、新人。这个新人就成为一个和基督融为一体的人，不是基督成为一个一体的人，而这个人也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、荣耀神的人，他就会一个得到永生的人。我们现在各位，如果你真的不管是你要信了耶稣基督，信了这位遇见唯一的真神，你就会得到永生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会得到永生。你的生命不仅限于现在，你是一个不会要如人死如灯灭了啊！这是我们的神，他就是一个，只要你信他，你就能得救。就我自己，本来是一个上学的时候骄傲，工作开始骄傲，言语受自己同事、自己朋友，是吧？自己同学，有的同学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我的自己他就开始哭，哭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我太太结婚了，那我也气得他也很哭，对不对？是吧？等我在日本上学的，我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是脑神经内科的专科医生啊，他就是比较普通的人，没有个太高的追求，但是我就知道，我说像你这种没出息的记住，我太太回一句话，你怎么这么说人呢？难道是人家就没出息吗？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自己骄傲，是吧？自己按照自己的标准看问题，而没有认识真实，没有按照他的标准看问题，你就会伤害他周围的关系，是吧？等你结婚以后，等你这种骄傲一直表现在饭桌上，是吧？表现在你在跟太太一起睡在一个床上的时候，甚至，是吧？你的那种自傲，你那种自满，就是伤害，不由自主的伤害人。三个人，等你贪婪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买这个房子，弄这个股票啊，等你弄个家里就能嫁出人，对不对？该有的都没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这种习惯、这种罪，还会遗传到下一代。各位弟兄，我们的神就是救恩的神，等你接受他以后，你就完成救恩。等我在2001年12月24号晚上，就像刚才各位听的一样，听到姊妹的弟兄的见证，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，看到人格的改变，看到他们的改变。等这个我们的牧者，他把神的话讲清楚的时候，讲清楚十字架是怎么救恩的时候，等我们的内心产生颤抖的时候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彻底变了。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原来真的找到了，你才是世界的王。原来我说过去做的一切都是那么愚蠢，是吧？都是那么自私，都是那么无知啊，是吧？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。各位兄弟们，我们的神，他因为爱我们，他让我们活在爱中，神他还医治我们，
我们的神，他不仅医治一个病，他是医治一切疾病。那是诗篇103篇第三节告诉我们，神他医治一切疾病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你可能在你的头上有头疼，对吧？你可能脖子有颈椎病，你可能还是腰椎间盘突出，哎，还有的可能是我就是心里的痛苦，心里的痛苦，我一生当中都是忐忑不安，没有平静，对吧？没有平静。你这种这样的，还有的是因为你一个人的问题，你的家庭出了问题，家庭有病，生活质量都没法提高，生活质量都没法提高，家里总是磕磕碰碰，是吧？你一言我一嘴，争起来，是吧？动起来，动起来。总有这种情况，对吧？这种情况，所有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都能医治。他能医治不仅一个人，医治一个家庭，医治一个婚姻，医治一个社区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。我在多伦多的时候，有这么三个例子，我想跟大家分享。有一个姊妹，她是结婚18年，是吧？这18年一直看这个太太一直看不起先生，对吧？一直看不起先生，就是这个看不起。先生一直处于一种低贱、卑微这么一种状态，事业上不成长，哎，家庭里不好，精神上也愚昧，到了一定程度，最后到了这个先生说：“我什么事都可以谈，但是绝对不能跟你谈婚姻的问题、复婚的问题，对吧？”他俩已经永远分开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家庭，我们看来真的没治。经常人看来绝对没治了，已经到了这个程度，在这个时候开始忏悔。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一起给他集体祷告，教会给他祷告，对吧？他们也每天读经。这两个夫妻经过半年的时间，完全变了一个人样，完全变了一个人样。这个太太啊，看着是真的好得不得了，是吧？这个先生呢、啊，那个状态啊，就是从一个在里面的人，现在开始升上来，非常正常的人。就是说，当他们真是你忏悔以后，认识神真是医治你这个疾病。他们不仅这个太太腰腿没了，先生的那种愚昧的第一认为没了，而且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荣耀神的家庭，做见证的家庭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姊妹，已经是这个肺癌晚期，转移到骨骼。身心脏是吧？甚至就是说各种丧气。医生有3个医生告诉他，你这病顶多6个月，肯定没治。晚期肺癌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姊妹就不认识了，他就每天至少祷告4个小时，啊，这倒是他真的那么虔诚，真的那么虔诚。这个时候，神垂听他的话，垂听他的话。神不仅治他，而且用最好的医生给他做手术，来，用最好的医生给他开化疗。我们这个姐妹，她从台湾来，现在大概73岁，在台湾做神学是校长，来，现在在教会里带小组，来，在讲主日学，有不时的一年大概能讲个1-2次道，对吧？这个姐妹，她现在说，我的身体就是神给的。等你信神以后，她真的不管有什么病，她真的能够医治。因为神他是万能，他是大能，万能大能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他是做牧者的，在他远离神3年以后，他开始受到神的惩罚，哎，急性爆发性肝炎，对吧？没治，一看还有3个月的寿命，对吧？骨饼转氨酶2000多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他开始爬下来，跪在地上向神祷告，半夜一直到六个小时，对吧？最后神垂听他的话，他怎么祷告的？他说：“谁呀？我从现在我真是亏欠你了。我这样，神，你给我1天的时间，我就侍奉你1天；你给我1年，我就侍奉1年。我所有的牙科医生也好，1年几十万也好，我都不要，这都对我无所谓。所以我这位牧者，第二天骨饼转氨酶一测，降到了200多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。”现在他的肝脏就跟新生的婴儿的肝脏一样，非常的好，对吧？非常的好。神呢，他真的爱我们，他医治我们，他不仅医治一个人，还医治一个家庭。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位神，他就叫耶和华，他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对吧？真的有耶稣啊，他就在我们中间，他能够赐给我们生命，他能够让我们赐给我们福气，赐给我们福气，他能让你一个看来没有救的人。各身体上、精神上都有救，都会得到力量。不是一人谋福，全家；一人信主，全家谋福。
神不仅在于有，神更在于信。那个摸摸腿软，那个没有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告诉你，你看到了这个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他是为你流血而死的，他为你死，你信了他，你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会有永久的生命，你就会是全世界23亿基督徒都会成为你弟兄姊妹，比尔·克林顿也会成为你的弟兄姊妹，奥巴马会成为你的弟兄姊妹，黑尔也会成为你的弟兄姊妹。我们在世界上，因为神他是公义，神他是正义，神他是和平，你就和他同在一起。如果你现在决定，我今天把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请你举起你的右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弟兄姊妹？啊，弟兄有没有弟兄姊妹？有没有？好，啊、哦，没有。好，因为很多弟兄现在今天走了。不过神啊，我们真的仰望神。今天神，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来做见证，来庆祝神的诞生，神耶稣基督诞生是我们的福气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给你恩典。我们非常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，他来在这里，这花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多时间来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，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。神啊，我们特别感谢你今天。我们现在做要弟对着弟兄，然后做一个简单祷告，不，还没发礼物呢。今天到这讲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好。